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马上为您播出《戏说台湾》。缘分跟着春风轻轻飞，迢迢千里呀的相会。红酒杯敬明月，酒红酒杯敬明月，情牵点金丝，情牵点金丝。小港洪林江，江风即阵转台湾唯一的外头别府元帅。上团是主帅狄红爷所修好的白爪神，原来白爪神化作美少年，喜人笑女，把人吓惊到破病，去予狄红爷修好了后，号名白虎万岁。伊捌替信徒掠头掠底的贼啊，也贼啊万分在心，就将金身暗棍那个船断，不管安怎修补，也是会歪头。正是白虎万岁了后，嘛得到维持现状的指示，但是歪头白虎万岁，就成做了当地奇谈。行动无针不灵线，无水不渡船。托化妆品的白蛇，现在变做人人尊敬的歪头白万岁。老爷教伊白蛇血，死了后要滴饮细伢囝，无血要往大外人背葬。歹心大某竟然将细伢活活的献予大蛇，一死两命。一只外人的背血到底是有什么秘密呢？且收看今仔日的《戏说台湾》，歪头白万岁。你都已经有心六个月啊，那就遐尼辛苦，去陪我出来啦。下斗陪伫咧老身躯边哦，我感觉足幸福的啊，哪会辛苦嘞？叫伊卖来，佫硬袂着，只敢那会晓伫咧老爷身躯边生呢。啊，唔想看卖呀，夫人，你佫坐伫遮呢？出门也毋知影大细，老爷身躯边敢是闲咧起来是？老爷无叫叫好济，咱就偷偷笑。我就是看袂过。当当时吼，若不是夫人你伤过好心，过来迄只狐狸精，要哪有今仔日这个地位？停！老爷，夫人，尽管。哈哈哈！刘老爷，这叫做抓黑。你若是代志者吼，你个子孙就代代出状元，富贵万万年啊！安尼，我后事就免烦恼啊。老爷，你哪会讲这种歹格调的话？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哪有需要这么着急找保险？老爷，过花无爱听你讲这种话。咱的囡仔吼，搁伫咧等老爷替伊号名，快大汉的。我家己的身体，我家己知影。恁两个哦，都免阁甲我安慰啊！会当找到这块地哦，真正足好诶。也毋过，你若要想要得到这个宝石，必须要付出真大诶代价。蛇是会食人诶，若要得到伊诶蛇血，必须爱活人陪葬。啊，若无这个蛇血是袂旺诶。先生啊，这边哪会用诶？你安尼，敢毋是爱我做见？金老爷。这是咱着百年一见的保险，要代志者唔代志者，是来由你林老爷家己决定啊。奇怪，竟然讲这是蛇血，搁有蛇大仙，我哪拢无看到。这么大尾的白蛇，它是一保险。蛇，你这大只蛇！林老爷病入膏肓，因为挂念身后的代志，所以就请地理仙咧替伊找了一门抓客风水。
这只有千年修行的蛇仙，都是洪林江别府万岁的前身。第二仙的指点讲，那么得到保险，都要用活人来限制。王家为了后代兴旺，会安怎将蛇仙加入这场风波当中呢？真感谢你来做我义兄的见证人。几岁啊？哎，无看到几岁啊的人。是老爷，你两个礼拜啊？我即马就来宣布我吉祥。虽然有几岁还袂伫阮林家的门，也毋过我已经决定将一半的财产来分予几岁啊巴肚内也袂出世的林家子孙，予几岁啊以后会当好好栽培我的囡仔。代姓林，林老爷，你放心啦，那呢我先走。多谢你，老爷，你念好起来，几岁要当忙呢？几岁？紧起来，是我亏欠你啊。小姐，老爷，你较清楚，我已经叫人去通知小花，伊一定随赶回来，你一定要坚持。小花，我的孤囝，我恐惊无得阁见最后一面啊！小姐，搁较难讲哦。几岁嘛已经对我遐尼济年啊！我若是死了，我希望讲，你能替我好好照顾因母仔，好无？小姐，小姐。夫人，你今日才坐一暝啊，你等下房间休困好不好？我就烦恼老爷的，你讲白啊，我请你一定要保庇老爷，好伊当等下囡仔出世，会当见到伊亲生老爸一面啊。桂花啊，你莫搁这么伤心嘛呐，你的身体也要照顾啊。春明，我看到跟你同款，也是查某囡仔，你无去嫌我的出身，把我当作真正是李夫人在看待。你本来就是李夫人啊，桂花啊，夫人有代志要找你，你替我来。夫人，你找我是什么代志？桂花，老爷要卖当，你还阁少年，以后还阁有机会讨嫁啦。阮林家嘛无想要甲你的后半世人拔掉的。这张纸，你甲签签的，我会予你一笔钱。自今日开始，你离开林家，去过你家己的生活。我也无甲人同工啊，为什么要签这個？老爷在生的时阵，你甲我抢红衫。老爷今嘛要过往，你搁要用你巴肚内的囡仔，甲我抢财产是？遗书顶端写了真清楚，财产要留予林家的子孙。只要你愿意承认，你巴肚内的囡仔不是林家的，那呢，
我袂阁去搅扰你，嘛愿意予你甲巴肚内囡仔生落来。假使你若是唔识款，就莫怪我甲你巴肚内个囡仔拍掉。这囡仔确实是老爷的啊！我求你，你敢袂当看着过去我把洪太君你的真君，你莫怪我爸急躁好无？你搁敢甲我提起过去？你敢还搁会记得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查某囡仔，当初时我看你可怜，来阮家讨物件吃，我好心留你，想袂到你竟然爬去你老爷的眠床顶。竟然为着想要享受荣华富贵，煞来反背我，妖怪老爷，是我唔对。不过，我甲老爷是真心伫咧义爱的。你若是坚持唔签，你就莫怪我心怀手软。我唔爱签，我唔爱签，这囡仔确实是老爷的啊。我不可以跟同空间啊！来人啊！给我拍，把伊巴肚内囡仔拍掉！我来了，你啊！白英子，我袂当让囡仔出代志，我还是先答应你，把囡仔保护着，再去找台湾替我做主。早签签的，嘛唔免讨赔偿。夫人，夫人，老爷当开啊！老爷，人讲狗死狗散嘛，就无命。桂花也失去了靠山，手机也安怎对付桂花这个眼中钉呢？我看你张纸嘛无需要你签吗？拍，把伊巴肚内的囡仔拍掉！是。护理，叫你莫阁拍你护理啊，好不好？停！春梅，你有啥物资格讲话？阿康，把春梅的嘴塞好烂！是。拄只，唔是声声句句讲你真爱老爷，安尼好，我着心全力，我予你去甲老爷死人陪葬，去奉待老爷。等你陪葬以后，我着予你入门，甲你的新主牌啊，放伫个林家的祖厝，甲桂花关入去茶房，不准予任何人接近。是，跟他走。是，走。楚梅还上？阿三兄啊，拜托的，原谅一下，我甲李夫人对遐尼久的时间啊，拜托的，让我甲伊讲几句话好不好？好啊，既然你安尼甲我求啊，有话好好讲，讲较紧的。莫好为难。多谢阿三兄。
是我，我来看你啊。啊，祖母，我吃一寡物件给你吃，你加减吃一寡。李夫人，你哪变作安尼？你还够有吃的无？我不得来劲呐，这日刚拢无啥物听到呢，一定是药刚拢无开达的。你已经昏迷三天啊，我都来劲啊，走楼梯啊，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怀孕啊，怀孕啊，老小姐。我干那剩死路一条，春梅，我拜托你帮我走好不好？我干啦，我求你，你再给我一点仔时间，我来想办法。甲春梅做伙抓起，春梅，阿秀英，你抓春梅在创啥？既然你这么好奇，那安尼，咱就做伙来看好戏啊！阿卡，甲桂花请出。是。停！桂花，恁主仆的感情，阁真正是有够深嘛？好啦，我这个人心肝嘛无遐尼歹，今日的好戏就到这煞。春梅啊，你莫怪夫人心肝强要甲你拍，你做唔对代志，自然就是爱受到处罚。也唔赶紧甲夫人核实嘞，讲你做唔对啊！夫人，春梅知影唔对啊啦。知影唔对就好，啊，不过我是惊有人还阁唔知。桂花，你上好是唔通逃走。假使讲你若是走无去，到时阵要找人陪葬，我就只有抓春梅去代替你啊。你还是豆腐夹石头，袂夹你。手机的手段一样真浓重，一声桂花真正都袂过姜华台命运啊！桂花，你上好是唔通逃走。假使讲你若是走无去，到时阵要找人陪葬。我就只有抓春梅去代替你啊！这心肝有够恶毒的，这是咱的恩怨，为什么要牵连着春梅？若是讲着拖累，那是你去拖累着伊，哪会当怪我？恁两个，把春梅拖落。是。请。春梅，春梅。好啊，好戏已经演煞。阿卡，把桂花带去茶房休困。桂花啊，请，行。阿三的手已经无效啊，我看规矩都甲伊豁出去。今日出门的下场。恁大家拢有看到，自今日开始，林家就是我做主。恁大家若是好好啊做代志，我一定袂亏待你。假使讲，谁若是敢反背我的意思，
我特别爱伊的一脚一手。桂花为了要维护春梅，唔敢逃走了，只好记在手机，将伊阿去抓起要陪葬的。春梅虽然讲真唔甘，但是目睭前伊所会当做的，就是去找桂花那姊来见桂花最后一面呢。出山的队伍直直向抓起行去，外人陪葬的消息传遍整个头，真侪人拢对来要看老日。可怜哦，听讲林凯夫人吼，讲要叫老爷的替伊陪葬的。夭寿哦，阿老叫外人咧陪葬的啊。我这下总算是来了，见桂花最后一面，干嘛都没付啊？大仙，桂花，你等我，你等我。花莲，花莲，我叫春梅，我是桂花阿姐，我拜托你，你给放大了吧，你给放大了，花莲。阿康，赶快走。是。你紧走。花莲，我拜托你，我这从桂花这个小外头相依为命俩，我求你，你帮我一条心啦，好吧？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啦。当初时，桂花伫来阮林家受签契约，伊即马是阮林家的人，林家的人就爱照林家的规矩行。好哩，我求你，我知道我桂花也晓得唔捌代志，去得罪到你，我绝对会甲你还死的。你啊，你莫甲叫，伊是要插你个。你莫袂讲话啦，今个下子到人个，求大夫哩，甲你放你一条死路啦。很受气，我桂花，今仔日伤心落伫你个手头，你讲话就爱算话，是了，做你个对村民个动手，但无。就算是我变作鬼，我嘛一定会来找你报仇。人讲好生做，欠性命。恁老爷做保险，变阴惊孙，但是囡仔未出世，就叫大母手机拍甲漏掉，连事业机会嘛，随便命送抓去了。咁讲抓生真正吃人。明仔台感谢时间，请继续收看《戏说台湾》，歪头别万岁。伊是我的阿拉达，陪伴阮寂寞的心情，也通我好声叫进心肝。